2018年的唔記得咗幾多月，唔記得咗幾多號。咁我而家應該係喺6000多米的山頂呢度啦，一個雪地啦。咁啊，我同埋我教練唔知乜水啦。咁就跑 ，OK， 揾。
承受咗三個超級重力加速度，而家我所有血液都集中喺手同埋腳部，咁係呈現出呢、這個低血糖嘅呢個症狀。頭先教練做咗幾次呢個大規模嘅轉向，同時間伴隨住高速嘅失控下墜同埋俯衝下降，咁所以成個過程係會顯得啊，隻手而家麻曬，半隻手先唔會醒。Oh.